好啦，下一套啦，下一套位。讲传统术师，传统传统好都系都系传统好啲，还是传统好啲？传统嘅重口味女 game 嘅改编动画嘅、哦、方式都系好啲嘅。其实喂，人哋08年销量冠军嚟噶，呢只啊真系 FA 咯。講咗出事啊嘛，有出 game 嘅咩？我真系唔知道。Audio Arrival 啊 ，August 嘅 game 啊，系啊，嗯，系啦，咁啊呢套嘢走嘅路线都系好纯爱啊，纯爱啦，王道女主角啦，拣翻一线向啦，亦都系一线向啦。但系佢唔系最 hit 嘅，杨菜啊，唔系啊，红叶啊，应该系红叶，应该理论上系红叶啊，理论上应该红叶，同埋阿小白嘅。人氣選舉是啊，唔係好記得啦，呢啲就係佢係兩個贏噶。嗰啲嘢係瘦嘅 ，Erica 係唔係最 hit？ 唔係你話其實佢而家佢嗰個佈局，其實佢除咗小白之外，我覺得其他嘅角色都有足夠嘅戲份俾佢。嗰兩姊妹、OK ，小白有斟茶咯。見下咯，斟茶夠噶啦，得啱羅莉啊，冇辦法啦，係咪先？關咩事啫？羅莉嗰個都唔喺度。哦，羅莉唔喺度啊，聽唔聽到啊？咁邊個喺度啊？羅莉控可以喺度噶嘛？係咯，羅莉控喺度得噶啦嘛。唔好亂講嘢。咁好正常啦，揀 Erica 先就女主角你正因。唔係，始終你劇情係多啲嘅，你唔係咁 Main Point， 其實某程度你可以講嘅，因為佢原作五條線玩曬之後係會出條 extra 嘅線噶嘛，就係佢而家呢個。即係 True End 啊，簡講啊，就係又咁一定係講 Erica 噶啦。咁其實就比較似而家嗰個嘅，係啦。咁啊，之前我哋講完就係話突然之間就唔知點解就話佢啲血好特別啊嘛，因為個人都特別。好味啊！好味啊！啊，總之因為咁樣啦，然後跟住阿哥就叫咗佢入學生會啦。中個妹去嗒佢啊！咁的確，最後嘅結果都係好食啊！咁啊，佢呢個故事其實你話佢中段其實不停咧用叫做回憶嗰樣嘢做主題啦，其實回憶，例如就阿楊菜兩兄兩姊妹啊，拉佢條線啫，即係拉佢條線。係咯，但係根本想玩嗰段線。唔係，即係但係你話佢每次都用翻回憶呢個 type 去做，去貫穿翻整個故事嘅話，其實整體上而言係 OK 嘅。BMW 啊。關咩事啫？而家 memory 咩啫？咁即係咩啫 ？M 可以好多解㗎，俾人搞都係 M。唔好亂講嘢啊！你呢套角色都有兩個妹嘅，俾人三個妹添，唔係兩個。咁啊，繼續啦。咁我哋又咁，其實大家其實最中意你話副線故事裏面其實講咗好多個，其實大家覺得邊個故事寫得最好呢？其實冇，有邊個？比較好啦，我唔覺咯，咁多個故事俾啫，好普通咁樣發展，係啦，好平淡咁就，即係你知道佢想做乜，你都知道佢想表達啲咩。唔係啦，簡單啲講啦，公認嘅，如果你話要睇兩姊妹線咧，係最易明嘅，即係原作嚟講。咁另外剩低嘅三位咧，即係小白啦，即係東兒白啦。紅葉啦，同埋阿 Erica 啦，千代 Erica 咧，係即係呢個係真係個故事嘅主軸嚟嘅。咁其實，但小白其實唔算，唔係，我覺得會嘅，會嘅，會講翻，即係三個人，佢真係就成個世界觀又齊曬。小白係你動畫冇出過啫，咁就我咁我冇玩 game 啊嘛，咁我梗係睇動畫嚟講，咁我覺得佢梗係唔係㗎啦。玩 game 啊而家。咁其實如果你話要個問題就係咧，如果你要演繹翻出嚟咧。你要三條線嘅量都要足夠，你先會明白到咯。但係其實，你行小白或者行紅葉嗰邊咧，即係佢講有涉及嘅部分啦。某程度上唔可以話補完到啲咩話 Erica 線嘅任何嘢㗎。唔係，其實我覺得唔好話補唔補完，其實你係話你想講呢個細，老實講，你講最簡單嘅嘢就係通常。以呢類型遊戲嚟講嘅話，背成個故事個大浪主題一定係女主角線嗰個位，佢冇得佢揀根本上，唔係話佢揀。女主角線一定改得最多噶嘛。係啦，唔係佢揀唔揀啊嘛，係佢做呢種模式，佢一定係用呢種線咁，佢用呢種方式噶嘛。所以就唔係話佢有冇選擇，即係你話喺中途裏面佢點樣去加插其他角色？十幾集點樣去分配咧？呢個緊要啦。嗯。咁啊，最後其實都。亞灣都是兩個一集啦，咁啊紅葉其實冇正式一集嘅，其實正式嚟講，比較成套嘢，我覺得係偏重於喺嗰兩姊妹嘅集數好似好多咁，可能成日出場。
因為是支援男主角的角色啦，屬於是。因為有限過他條線嘅，大嘅魚咧冇，咁葉呢啲係咩賴個八嘅完全冇講。唔係簡單，咁啊都係嗰句啦，佢兩個移民啊嘛啲嘢。你唔需要好，唔係應該話佢唔同吸血鬼個故事格掛鈎，其實係好大嘅掛鈎。話唔關事嗰度，所以佢一開頭佢都處理咗佢哋兩姊妹先。處理咗你，處理，處理。有嘅驚佢處理佢兩個嘅，係有一個先咪。我故事裏面，我故事情節，係啊，哇，我記得有嘅。點解要呢個位嘅？我原本都唔係想人咗呢樣嘢。所以我話。次次錄音我都好攰啊，所以我講錯嘢好突然，因為佢哋真係好鬼變態嘅班友真係。咁跟住其實搞咗三串，其實兩串嘅學員即係類似學員制嘅嘢啦。學員制同運動會會有啲多餘啊。多得滯咯，其實係，因為嗰度係重複咗阿。我冇記錯，運動會應該去到第六七集咁。佢係重複咗阿孝平嗰個嘅心理描寫，其實。如果你有20幾集嘅，我覺得還可以接受。幾多集？我冇記錯，其實因為運動會其實就係分支線嘅共通路線最後嗰個位嚟嘅。我唔理你動畫版係乜嘢，我唔理你，我唔理佢原作原本係點樣。個問題就係話。運動會之後其實你要入主線，咁換句話嚟講，如果你要將五個女角都有啲提及嘅，嗱嗰兩姊妹我唔計，因為嗰兩姊妹幾時講都得，幾時食都得，咁但係剩低嗰三個嘅，嗱 Erica 當然係 main point 啦，咁但係小白同埋紅葉，你如果你要講佢嘅嘢，其實好正常，就一定喺運動會之後要講，咁但係如果運動會佢個編排擺得後的話咧，就會相對壓縮咗佢兩個可以有嘅時間啦。尤其小白好似由頭到係啊，所以就會導致而家呢個問題咯。小白佢最大嗰個劇情就係話眷屬，話眷屬嗰個佢話佢自己代嘅對白啫，嗰句啫係，跟住冇劇情嘅戲。其實你有冇嗰句冇乜所謂嘅喎。加分啫，冇乜问题嘅。加咩分嘅？哇一加女关噶嘛，佢唔讲都行到落去噶嘛。你一嘢咁样加到100分啊？吓，唔系我话俾其他即系叫咩咧？分剧情就话你唔可以得失某啲观众噶嘛，你依类型咁嘅模式嘅话就系、是。但冇喎，即係冇感覺嘅，其實真係冇，真係冇乜感覺。哦，咁我唔知邊啲人中意小白㗎嘛？唉，我講係咁講嘅啫。得閒捉下魚片馬路啊，嗰啲還好喎。即係你起碼俾佢出下場咯，摸定針茶咯。真係茶。係。買餸好似行過一次買唔知買啲委託啲商店街啲人一齊去。係咯，一次。咁又講就要講下東家嘅嘢咯。其實你嗰個冇辦法，即係佢個劇情裏面，佢每次講嘢嗰下，佢阿哥又撳住咗佢啦，佢根本就冇機會發揮。照翻轉，其實我覺得我哋撇除咗話啲女角嘅先啦，另外一個比較出嘅人咧，係咪應該講下我哋嘅會長咧？男會長阿哥啊，沙積咁係咯。你有咩想讲？你讲啦，做咩啊？男有咩好讲？我点知啫？唔系佢，你应该咁讲，佢系一个叫咩啊？计划好多，咁某程度上嚟讲，到最尾你其实知佢嘅计划咩嘅？即系简单讲，就想佢阿妹搵到眷属啦。咁其实呢样嘢都对应翻佢之前点解要踢阿孝平入学生会 OK 嘅。咁但系我觉得我做晒成季之后，其实觉得佢里面唔止咁少嘢嘅。即一定有更多嘢嘅，系话要个妹揾眷属，应该系话要佢个妹去做个决定，咁讲系准确啲咁讲，因为去做决定。但系我觉得其实佢唔止咁少嘢，佢同佢阿妈嗰种关系咧，肯定就唔系话即系单纯嘅一个，应该仲想挑战下阿妈做多啲嘢嘅。我觉得系咁，甚至可能仲更加深嘅评估都唔奇。因為其實佢個設定上嘅嗱，阿媽佢又300歲咗啊嘛，好似阿 Ryan。係你理佢幾多歲啊？1000歲都可以。個 main point 係咩 ？Erica 實際年齡其實唔大㗎，真係十幾歲，都係十幾歲嘅咋。但係阿哥唔係十幾歲㗎。但係點解佢個樣會大嘅？佢阿媽唔會大。你唔好理點解啦，唔好理點解。你傳統嚟講嘅話，其實係咬咗之後，佢個身體就唔會發育㗎嘛。但係我個問題喎，佢係佢阿媽㗎喎。嚇？冇話嗰個咁嘅身形生得㗎。哦，冇嘢啦。而且你I mean 嘅乒乓係，如果佢係原種咁生出嚟的話，咁唔使咬嘅喎。嚇，冇咬佢啊？咁點解會維持咬嗰個身形咧？嚇，生出嚟啊嘛，即係佢吸血鬼生出嚟啊。佢冇話佢阿媽係咪生出嚟啊嘛 ？OK， 佢都冇提過呢個設定。咁算。即係總之佢係吸血鬼，總之就係佢喺吸血鬼嘅年。而家以動畫嚟講咧，就係知道個阿媽嘅真係生嗰個阿哥同埋個妹出嚟，即係以咁樣。阿媽同阿妹嘅關，阿媽阿哥阿妹嘅關係啦，總之係咁啦。嗯，
即係以動畫嘅咁嘅情況。啊，算啦，唔好理呢個啦，咬唔咬都係咁嘅啫。總之會大㗎啦，嗰人。總之機其實你都話，即係佢嗰個嘅設定就係話，啊，我嘅故事都講過㗎嘛，話係佢哋係會保持一個，即係去到某個年，即係去保持嗰個咁嘅形態到永遠㗎嘛，直至到永遠㗎嘛。所以就佢唔可以長時間停留㗎嘛，其實即係應該你咁講啦，就即係應該位病埋啦。呢個劇情似咩外國有套電影啦，好受歡迎嘅咩《暮月之城》啊。哦，暮光咩咁？暮光之城啊，暮光之城啊。咁樣嘅嘢喎。嗯，可能差嗰啲。咁啊，最後其實你話整個故事裏面其實係講阿 Erica 去點樣去掙扎啦，即係話佢吸血衝動，即係話佢平時係飲血包㗎啦，即係話即係其實呢就好慣常，就係吸血鬼嘅設定，就係未嘗過人血嘅，即係食咗就上咗人啦，未嘗過新鮮暖粒粒嘅人血。即係呢個就好慣常設定嚟㗎啦，即係講一啲吸血鬼就話好好人咁樣嘅，即係話唔希望就話唔希望咬人嘅，咁就話引誘取代咁。其實現代嘅吸血鬼故事主要都係呢種咁嘅題材嘅。某程都好厭咧。厭唔厭嘅睇個人咯，我覺得呢啲嘢。咁啊，最後就話其實係阿浩明自己中鬼頭埋佢啦。其實即係話，只不過俾條頸佢，即係不停簡單嚟講就。其實佢知嘅，其實應該，即係同埋知先條面。阿孝平知有事，即係佢當然佢自己嘅，佢心甘情願啦。知有事佢先衝過去噶嘛。知道 Erica 有事先揾佢，跟住知道話俾佢咬咗之後就得噶嘛。佢感覺到咩事㗎？你睇佢，你嗰個 feeling 係知道佢感覺到咩事㗎？熟嗰啲咁樣奇妙嘢㗎嘛嗰時。孝平是不介意被人咬的，一看他的人就知道，即其實應該說他不是很清楚你說成為轉述的嚴重性那樣東西，即是不是考慮到 Erica 的心，是他就是想就是想很簡單，就是說我要幫 Erica 是啦，我要幫 Erica 就是那麼簡單，但其實轉述後面我覺得還有一堆很大很多的問題，其實是會衍生出來的，即是他是不會去想這個問題，劇本也沒有去強調這件事。但少少有提到的，譬如從業那裡得閒俾阿媽洗下腦啊嗰啲，嗰類咯。其實有賴一賴嘅，但係即係呢樣嘢你就會我覺得個劇本個表現就會覺得係呢個係同業佢嗰個悲慘嗰個嘅經歷，係啦。但係係咪就代表可以套用落孝平度咧？因為始終你佢 Erica 嗰個形象都太好啊，即係啲人會好難聯想佢唔會咁做嘅，我估即係嗰啲人係咁樣會咁諗咯。咁但係你話可能話最終我咬完咁算咁問題之後又去到最後啦，又要話英雄救美啊，入去點樣去搵返 Erica 出嚟啊，返校園嗰個物啊，即係呢啲都係叫做話好理所當然。唔係係劇情要劇情佢阿媽縮，咁佢阿媽咪縮喎，唔係啊，根本上冇得鬥嘅，你咁樣。反而你個結局係好大問題喎。個結局係冇結局。冇解決佢任何問題啊嘛，個結局就係冇結局。其實你去到嗰陣時候，已經 Erica 係控制唔到噶嘛，好興奮咁樣，不停咁好想咬，已經喺困住佢喺個地下室嗰時候已經表現到呢樣嘢出嚟。要上啲。唔係，忍呢家嘢咧就一陣陣起嘅。唔係你可以好開心，可能 ending 好開心啊，一齊哈好開心啊，跟住食個幾次後咧就咬。唔係㗎 ，suppose 運動會之後有咬㗎。都原作都是咬的，有的 suppose 運動會之後又咬又乜都冇啦。咁佢動畫是咬了一次啫。係咯。就動畫，我覺得你話咬還是乜嘢，個會編排得厚個頭咯。如果早啲發生，你會多啲時間講翻話個結果係點樣。佢冇入主線啫，淨係太遲入啫。佢去到第十集先入主線。咁啊，連啲知識都講唔到。咁啊，即係另一個問題係咩咯？即係你話講翻結局嗰樣嘢，其實。即係你話冇結局，可能話即係盼望美好晴天呢樣嘢，其實好多作品都用嘅，但係始終你係嗰個問題核心係完全冇解決過。即係而家個問題核心就係話 Erica 好想咬孝平，咁但係佢又佢個本能上好想咬孝平，但係佢個感情上又唔想咬佢，咁但係控制唔到呢種感情喎。咁你又冇解決到佢點控制呢個感情？有冇講過佢咬唔咬佢？咁即係冇解決過咯，簡單講就係。是不是有 DVD 的又多一集啊？你不會啊，你說那些狗咬那些骨就不行咯。怎樣啊，即是有人說我請抄第二季，但我覺得這套很難第二季啦。怎樣第二季、啊、你這些不會有第二季。爆大嘢啦已經。那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就真的簡單講就是沒 end 了。即是不是 true end， 不是 good end， 是 no end。算不算難呢？什麼都沒有。
我覺得可以咁講，少少噶，即係我覺得可以咁講，係真係完全冇 ending 嘅。其實開頭幾期待佢個結果係點樣嘅。唔係，如果你話要講翻話另外兩位即係真係最受歡迎嘅人啦，你哋覺唔覺得紅葉線嗰個好突兀嘅一開始嗰位，即係突然間彈個咩吸血鬼事件，跟住佢打到跳跳功，突然間。唔係因為佢冇去好充足去交代翻，就係話紅葉係要揾翻佢自己嘅主人。冇講嗰一 part 嗰度其實好弱，呢一 part 係突然間彈有咩出嚟咯？即係而最後就係唔係佢揾翻主人，係主人揾翻佢啊嘛。嗯，即係呢個係個反差，即係話我明明睇緊條線係佢揾主人噶嘛，點知佢最後主人揾翻佢，跟住你會覺得話哇超展開啦，你咁樣即係。玩完嘅玩具唔想玩啦，咁而家想搵翻个玩具啦。阿妈不断洗佢脑噶嘛，会、不断掟走佢噶嘛，不断搵新鲜感啊嘛，佢要。系啊。系噶，但系咁讲啦，即系最尾佢有即系我觉得呢个唔系对应翻同业线嘅，系纯粹对应翻吸血鬼同埋嗰个眷属嗰样嘢，就系话统业问佢阿妈，即系问阿 Erica 阿妈，喺你心目中我系算系乜嘢？因為其實在那個吸血鬼和眷屬那個的核心思想來說是說即眷屬是跟吸血鬼永遠生活下去的嘛，即有一個這樣的意思在這裡嘛，互相依靠下，即大家才可以叫做生存下去嘛，即你這個其實即吸血女神的使徒咯，不是即你吸血鬼裡面說的就是經過即一漫長的歲月漫長的歲月裡面他們需要找一個即說他們是找個盤即說孤獨那樣東西嘛，他們會有孤獨感嘛，所以其實他們先要去即點解講緊話眷屬嗰樣嘢？一個衍生嘅存在，並唔係話需要一個奴，但係需要一個可以即係話陪到佢嘅人，即係無論以咩形式嚟講，你以敵人形式又好，或者係朋友形式，或者係家人，都得㗎，只要任何形式啊嘛。咁所以即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啦，你所以變咗就話統業嗰個身份就好尷尬啦，即係佢身為眷屬，但係個吸血鬼成功係掉走佢，咁所以佢就會問呢個問題緊，我喺你心目中我算係啲咩先？係啦，其實講起眷屬咧，阿哥同埋修女係咪有關係？冇，唔係佢係應該係修女似佢死鬼情人啫。情人哦，因為嗰一幕我覺得幾仲好吸引喎。好有遐想啊！吸引過好多，即係成套戲其他人劇。係慘啊！真係，淨係一幕佢已經夠。真係慘，唔係我嗰下我係諗緊講嗰個男嗰個咧，即係阿東二伯個阿哥咧，係咪阿邊個眷屬嚟噶？唔係，應該唔係 serve 佢嘅人啫，只係話侍奉嗰個家族啫。嗰幕阿邊個阿沙即紅眼嘅時候，佢即刻縮手我諗下。咬底咁解啫，只係。即係佢認真啊，唔好同佢頂啊，咁解啫。唔係，即係應該就係話佢唔係再用同學嘅身份同佢講嘢啊，佢真係用一個叫做咩？老細啊！你而家你只不過你係侍奉我哋嘅家族嘅，你冇資格問我呢個問題。我又冇喺劇情有講過話侍奉佢家族。有講過，好似未聽過，係啊。即係只不過係依職，即係話佢有權唔去用。即係我可以代你係朋友，但係都係你老細咯。我理解，我理解。我但係冇聽過佢係出事呢樣嘢。咁啊，即係冇啊！即係整體嚟講，我又整體感覺就真係有啲前重後輕咯。其實前段我覺得做得係唔錯嘅有啲位。咁就算你話可能有啲劇情比較慢咁，但係叫做話咩咧？穩穩定定咯，正常常咯，一個字穩咯。咁可能有啲劇情係太和諧、太做錯嘅，但係我覺得都算啦。不過問題佢咁嘅收尾就真係難啲接受咯。嗰度有點樣哇，同心圓野菜佢講，喂，咁呢個係作畫問題嚟嘅咯，唔係劇情問題啊嘛。嚟講咧，會唔會係至少呢套好睇好多咧？我覺得嗰套幾廢下。又唔會好好多嘅，其實。唔係咁嗰套又唔係去到好差嘅，所以咪話唔係你應該話呢種係一種佢呢個既往嘅公式嘅嘢，佢啲 game 改出嚟淨係可以係佢同埋就你編劇裏面即係最終就係話佢自己本身就係佢選擇咗就係佢玩呢個咁嘅 ending， 佢就即係佢自己佢都即係本有劇本俾佢跟，佢都唔會話去講點樣一個故事，最後個整個完整嘅 ending 俾佢。是他不知道他想怎樣，是不知道習作群想怎樣，最後是他入線入得太慢了。即我覺得他 plan 那裡其實你說最大的敗筆就是是因為兩次的這個學員制和這個運動會那裡其實是這個是他的最大的致命傷，其實是啦，你 surface 的其實他這套東西 surface 不到了，已經是因為
其實基本上是沒有添啊，其實簡單嚟講，依套嘢其實冇 service 嘅，其實。着下泳衣咁樣咯，啊、又話體育服咁咯，你對啲制服有興趣嘅，可能會有感覺嘅。O K 嘅啲校服都。係嘛？我又冇乜咁感覺，我自己個人冇乜感覺。係啦，咁啊，跟住最後就係 O P 同 E D 啦。O P 就應該讚嘅。我覺得越聽越好聽嘅 ，O P ending 我都覺得好聽嘅，即兩首我都即嗱感覺上啦，同原作係兩種風格嚟嘅，即嗱唔好又話我攞原作嚟比啊，但係唔好理個故事先啦，但係首歌個俾你個感覺咧，原作係好有動力嘅，嗰首歌好有動感嘅，佢個畫面都係啦，因為佢會有時候吸翻啲運動會嘅畫面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如果你話動畫呢個 O P 咧，咁其實就。會好你俾你感覺向好似係好似依個係一個好深好重嘅故事咁樣啊，會有少少感覺係，即係你會期待啲嘅劇情咯。咁反而就有個落差喺度，其實依個就比較失望。反而就你話個原作嗰個動畫嚟，就覺得應該係一個好活潑嘅校園生活，咁可能係咁嘅啫。咁調翻轉你見到劇情嘅會係意外，但係調翻轉依個就個效果係完全唔同咯。咁但係隻歌都唔錯嘅。咁啊，整體上即係其實呢套呢就叫做喺大家食得即係呢幾季都套套都理到不行嘅所謂嘅呢啲咁嘅 Gal Game 改編裏面呢，其實算係用返即係同季嘅原之空，咪想講其中一個啦，其實佢之前幾季其實好多都已經係放棄咗呢類型咁嘅，其實即係玩好多所謂嘅其實即係 surface 向嘅嘢，側重即係俾個佢即係薄弱咗個故事咯。其實好多時都會即係希望就係純粹即係淨係買角色咯。佢哋係反過嚟，因為咁樣多 surface 會唔會多啲 figure 嗰啲嘢？因為對於玩開遊戲嗰啲人嚟講，已經知道故仔大攞，咁冇得必要再唔關事 figure 嗰邊唔關事。名氣嘛。你至少咁我覺得同數畫都有啲關嘅呢樣嘢。因為名氣始終你如果你咁樣搞，其實始終有限，因為其實佢嘅名氣喺邊度咧？佢名氣喺佢本原作嗰度噶嘛，其實係並唔會係喺佢動畫版之後，佢嘅原作佢嘅人氣會急劇上升。就算你話原之中佢搞到幾爆都好，佢係紅翻 game 啫嘛，佢唔係紅翻佢自己本專動畫噶嘛。係啊，係啦，咁呢套去到呢度啊，我哋去下一套。咁呢套去到呢度啊，我哋去下一套。咁呢套去到呢度啊，我哋去下一套。